我们现在要来抽鬼面之刃，抽两抽啊！你抽啊！你抽，我抽。这个好，这个好了。鬼灭之刃，就是你呀！加油啊！内心开吧。到底会开到什么？哎啥？太厉害了吧！直接命中 A 赏哎！好了，那我换我了。我自己，你也下了。那我是什么赏 ？H 赏。H 哇，差那么多。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啊，恭喜恭喜，获得了 A 赏。看来我跟一哥的运气是很好。我不要来抽了，你来抽好了。我上次还抽两次，一个一，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 G 啊。对啊。对啊。对啊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准备换奖品吧。今天要来玩具一哥打高嘞，结果进来人家就下了。那我们就想说，哎，看一下里面有这个鬼灭之刃，抽看看，就一抽入魂了。小弥陀一抽入魂哎，厉害！哦，这个好，这个怪哦，超大只的呢，它根本就是完全不一样哎。你看 B、C、A、A 就这么大只，然后 E、D 啊 ，A 上，哇，超帅超帅！这个才刚开到而已，第一只就没了。你打，哇，好大只哦！今天的喜悦就已经有了，已经有了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今日来到了梦时代，很久没有来这里了。那这边呢，一次可以打一人，可以打两次。那我跟小弥陀可以一共打四次，后面排队蛮长的。现在里面刚在后面看，因为我排了一段时间的，里面有一只极冻鸟跟火焰鸟，来吧。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出现极冻鸟或火焰鸟双鸟合一起出来吧，双鸟、火焰鸟，加油，兄弟，大图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有没有机会直接来一个草喷呢？来啦，就来了啦，直接下了一道下，一道就下，有没有？没有，小中小，噔噔噔，哎，钻角吸收好了。281，出来吧，火焰鸟！火焰鸟，另外一只是什么？大力鳄。我们拍出一只班吉拉斯，还有中年狼人。特别班吉拉斯跟这个中年狼人都是同一个属性地带，放一个力招是。今日来到梦时代，欢迎啊，欢迎来这里一起打卡，老少咸宜啊！咱今天来看这个胸牌。这是秒杀吗？没有，差一点点。反击有吗？没有。闪避力一个。火鸟是我们三鸟里面特效最多的宝可梦。十五，哎呦，这么厉害啊！闪过哎、欸。来哦，可以。你买个 pass， 你买个叠牙喽，看能丢出什么球。推哥抓了球。精灵球，爆掉了！希望还可以来一个强化宝可梦的技能。没有了，这边每人限排两次，可以玩那个两次，太舒服了，排一次就可以玩两次。机动鸟，火焰鸟，好吧，那我们就选一下机动鸟吧，双五星啊！到底会出什么东西？有没有来一个大草？没有，看起来是我选错了吗？没有，一星的宝可梦，我有四星的，能顶一道机会啊！激动叫，激动叫，改以前的动法忘掉了，龙号石啊，叫风波，也是这台有够看得懂。看到我们台语要回去修仙一下，
秒杀没有。三神鸟的失误率蛮高的哦，看一下这个失误率有没有机会。没有，中国龙还是被打到了。加油啊！五四一二三，又是精灵球。快点！嘣，选错图了。刚大头应该选个右边的火焰鸟。可是火焰不是长。哎，又有第二场，都是得来喽。到底是火焰鸟还是极冻鸟？火焰鸟。然后极冻鸟。月桂叶。哎，我刚是抓极冻鸟的嘞。就要跑火焰鸟出来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两只都死了，没有。火焰鸟对上这个火焰，没伤害啊。大字爆焰，跟这个炎帝一模一样的招式，中火龙去了。有。可以啊，这个伤害。哎、欸，没有，好，让他自己推好了。他刚才推了几颗都没中，超级球。太好了，是超级球。死机的超级球。两次、三次，抓到了。现在换我们的小 QQ 弥陀，小弥陀安安啊，你的名字很多，加油啊！直接来个大图，激动呀！该出来了吧，兄弟！蹲着，蹲着，我想要。这边没椅子，有点不方便。哇，又是中中小精灵球，这个球我更开心。排队球，你今天印证了两个，一个是借卡不会下，一个是直接去排队，会不会有交换机会？有吧？没有。强大暴动的气息，还是要再玩一次。水燕龟，水燕龟下，到底有没有机会捕获这只水燕龟呢？抓不到，也就是我们第一次捕获水箭龟，真的输了吧？你这一道应该应该是会下五箭。闪电鸟、极电鸟、极冻鸟，许多人恩有了啦！各位观众朋友，咱今仔日真正最后一道来丢这个火焰鸟一句话，然后后边即卖已经排了七八个人，一道两道啊。接两升冷道啊，还升中了，超级球，一个超级球，我想你应该是落来啊。好了，我们最后没有抓到这两只五星，因为后面其实排了太多人了。假设八个人，一个人玩两次的话，要等到16次之后才会再轮到我们呢。哇！天哪，16次哎，一场假设30分钟好了，哇，你看16次要多久了？所以我们就打个4场就差不多可以走了。幸运的是，我们今日呢有获得了一张一番赏哦，非常的帅气的雨随天元哦，雨随天元 A 赏，真的是一抽入魂啊！我老婆一抽魂，小弥陀安安一抽入魂，真的是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。虽然我们没有抓到五星，但是我们一抽入魂。A 赏一番赏真的是非常的不错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一次要直接来送出4张，哎、欸，不是3张哦，就直接今昨天的影片直接抽3张，我们最近呢都会大放送。对了，我们最近啊就是这一个5月31号会员的大抽奖日是锁在的哦，赶快加入会员就可以抽奖。好了，那我们影片就做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啊，对对对，还有陈俊雄跟后昌陈先生联合捐款的4星呢，我们也要在这一步也要继续的抽下去。OK， 那我们影片做到这里，记得帮我们看看看看看，各位，拜拜。